现在就包吗？现在不包，不吓人。这几个腰现在又上青沟了，你看啥情况？别在古市到北道再弄回来。没准。今天是初五，我们吃饺子。饺子有两种馅的，韭菜鸡蛋的，还有芹菜和猪肉的。肉多，不是馅儿啊，嗯，是不是这个多多呀？好像好吃。你说菜多呀？不多，搁里吧。嗯，腿儿小了，主要是肉可多了。我一看见虾我就害怕，尤其这油焖大虾，过眼的。姐，闭着点眼睛啊。好，你把那里面那盘子拿的。哎，王大哥，你进屋去。就是那什么。啊，这么亮的呀？啊，要不看这个。什么？贝贝。来，烫，你俩别。好好拿，好好拿啊。肉馅饺子出锅。今天肉馅啥？来。我们上桌吃吧，上桌吃吧，饺子好了，去吧。少喝些吃吧，都饿了吧？这老好吃了。来，你吃吧。我那俩韭菜鸡蛋呢？不到，给我弄尖了，你别整丢了，丢了。姑娘，你扒虾吃不吃？吃吗？吃啊。吃不了。全多了。完了，吃不了。